東亞運動會即將舉行，有好多外國運動員同旅客會嚟到香港參與今次盛事。要同唔同地區嘅朋友溝通，用英文就最好啦。全新英語環節 Hong Kong Welcomes You， 主持張碧然，英語導師 Fanny Laura， 透過唔同主題教大家運用一啲簡單實用嘅日常英語。Hong Kong Welcomes You 由10月26日開始，逢星期一至五喺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同音樂情人時段內播出。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，職業英語運動全力支持。